文哥，我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练习，没有唱英文歌那么轻松自在的感觉。我选这首歌，可能比较重视他的态度吧，所以会努力的。就要飞，无论地球上哪一角，我一天就到。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，你想拥有我每一秒，你现在就要。我飞的机会太多，有时为你，又是为自己。我飞过好几万里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。突然很想不要飞，想走路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世界在这一组，马上就有请我们的小胖老师讲评。我先说沙伟平啊，沙伟平，你感觉好像你的真正的力量并没有打开哦，声音的表情其实是很薄弱的。我只有听到两种情绪，就是大声、小声啊，大声、小声。雪峰这首歌有好一些，很可惜副歌的第一句拍子还是跑掉了。可是你的声音是有味道、有特色的。那童话也选了这个歌曲，也是桃子的歌。透过你的演唱，我们又可以听到当时桃子演唱时那样的一个韵味跟感动啊。可是这首歌你好像有一些情绪，心里的激动，对不对？在尾音的处理上没有像你其他歌曲那么好，可见你还是已经受到影响了，被牵动了。对，因为刚刚在中场休息，沙伟平要演唱之前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能问吗？是什么事？其实好像也，妈妈一直带着我，然后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。然后，她喜欢桃子姐这首歌，其实是喜欢里面的态度。就想跟所有的人说，无论怎么样都不要错过生活。谢谢，改天我有这个荣幸请妈妈吃个饭吗？ 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一些这个台湾的高粱酒啦，好啦，看喝一喝能不能听到更多的这个女人心事也说不定。好，要看三位的成绩了。首先是沙伟平，请评审按灯。沙伟平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4、15、15分。好的，第二位洪雪峰的成绩，请评审按灯。洪雪峰的演唱得到的成绩是16、17、18分。好，最后一位童话的成绩，请评审按灯。童话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8、19、20分。好。所以在这一站必须要到这个失败区的是沙伟平，恭喜其他两位过关，谢谢。